你好，这爷爷，好，你好，爷爷抱抱，哎，哎，你这了，这就敲了吧，哎，可以敲吧，嗯，这个算炸好了吗？对对，炸好了。新年之际，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，他们吃的怎么样，住的怎么样？ 能不能过好新年，过好春节？给你们拜年啊！谢谢，朱老师。如果能安排回家，我也是很希望你们回家跟家人团聚。现在在婆婆妈呢。没来。我爱你们。过年了都在家里忙着呢。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对贫困有着切身感受。 我从那个时候我就说，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，我要从政，做一些为老百姓啊办好事的工作。原来是这个，这个是不旧的传统，这个是新的，所以环境也改变，环境改变，改变了。 我倒基层倒不穿这个，我穿球鞋。民间写记的，广州的文，汤文，看看你们，哎，唠唠家常。大家跟我说了很多心里话，我一直记在心上。如果没有党的关怀，我一直都不想去。他们认识共产党，就是他做手术。 主席是我们叶头领袖，我是人民的勤务员，让老百姓啊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。幸福安康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，事业进步，兔年吉祥，旅途顺利，平安回家，开心过年。